大家好，我是 Stan。 今天我们要进行三个游戏，如果三个游戏都通过的话，就是大家的胜利。如果输了，晚上做梦就会。那准备好了吗？首先第一个游戏是무궁화꽃이피었습니다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在说完무궁화꽃이피었습니다的同时，会连续出现成功失败两个词，在成功消失之前，顺利的按到停止的话，就是大家的胜利。我们来练习一次。很简单吧？那游戏要开始了。选错的人淘汰。看来已经有一大半的人失败了，我们再来一次。选错的人淘汰。恭喜活下来的人。接下来进行第二个游戏。第二个游戏是大家从这四个图形中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。选好了吗？最后给大家一次可以换的机会。真的选好了吗？游戏要开始了。选错的人淘汰。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下混奖。我会握着几个弹珠，大家觉得是单数的话就说混，双数的话就说奖。混奖。混。说奖的人淘汰。混奖。最后再给大家一次可以换的机会，真的选好了吗？混。说奖的人淘汰。恭喜活到现在的人。接着最后一个游戏是在大家的面前会出现两座桥，一边是用强化玻璃制作的，一边是用一般玻璃制作的，很容易破碎，所以选到强化玻璃的话就能胜利，选到一般玻璃的话就会啊。那么大家要选哪一座桥呢？真的不换了吗？